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节目的开始，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四位情感专家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伯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沙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亲爱的观众朋友，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会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开通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们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如果你们想连麦他们的话，可以私信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四位情感导师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吧。各位请看。我们俩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至今交往一年，我们俩是老乡，却属于异地恋。他父母的强烈反对，再加上异地恋，让我们的矛盾越来越多，无法调解。我为我们的爱情曾经做出过很多努力，但是依然没能得到解决。我跟他在一起感觉心很累，与其做恋人，还不如做朋友。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宗27岁，来自浙江，医生，有请小宗。小陈27岁，来自浙江，自由职业，有请。欢迎两位哈，您是自由职业，咋个自由法呀？就现在是自己创业阶段。在杭州创业？广州。在广州创业？对对对。那您在哪儿？我在浙江湖州。哦，您在湖州。是。这不就是异地吗？对啊，我们两个通过亲戚介绍认识的。嗯，但是在一起之后就是一直是异地的状态。异地了几年？异地了1年多。现在遭遇了什么现实？就是我爸妈不同意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为啥呀？因为我的工作在我爸妈的眼里来讲，是我找到了一个他们特别满意的工作。是。然后他也希望我能找一个跟我工作性质差不多、收入稳定的女孩子在一起，这样子两个人的话，在未来可以平稳的过日子，少一点风波，少一点风险。因为我们之前也想着说结束异地嘛，不想说一直这样异地。后来也商量了到底是怎么做，我去他那儿还是他来我这儿。但我这边吧，就是当时这个机会也挺难得了，他说他辞职过来我这边，就是去广州。他说呢，就是见他父母一面，然后呢，见完父母了之后，如果可以，他就过来了。是带着你见他父母一面，对，然后走那条你父母最不想让你走的路，去跟他创业，是这意思吧？是的，够有勇气的呀。因为从去年开始，这个整个大环境，这个大家也清楚啊，我们疾控中心那时候是特别的忙。2019年的时候，我是过年开始，然后我连续加班了60天。那时候我们特别忙，有些时候是不自由的，就是没办法到外面过去。我是一有空我就坐飞机从杭州坐到广州去见他，差不多2个礼拜飞一次，就整个人会特别累，所以我就是想结束这种异地的状态。理解了，所以就想带着他回家见一下父母。敢去他们家吗？去了，就是去了。去了。你真敢去啊？当时啊，他没跟我说他爸妈的态度，就是我那天我加班，我为了去他家嘛，我是从广州特意买的票去回家一趟，然后呢，就是提前把工作都安排了，然后呢，就是加班到挺晚的，就12点左右了。结果他晚上12点了，他才跟我说他爸妈。他说他跟他爸妈提了这个事儿了，然后呢，但是他爸妈反应有点激烈，说如果我不去，他就上我家闹去，想给我个下马威，或者说去了吗？去了吗？去了，去了。怎么给你下马威的？第一天晚上见面，我到下飞机到他家，下的大雨，那天已经到了就已经8点钟了，然后他爸就是直接就是脸色特别难看，他爸妈，然后呢就是说什么他儿子身家千万，说他没有必要跟我这么闯。就家里有钱是吧？就没什么钱。你那千万你爹是怎么算出来的？就是有些房子。谁有些房子？我爸妈。就是他们手里有些房子，这要给你了就千万身家是吧？给我，因为我还有个亲哥，我跟我哥是一人一半嘛。哦，你还有个哥？对。
那你要忤逆的话，他们会不会说你要那我把房子都给你，哥不给你？他爸爸就是这么说的，就是这么说的。然后说我跟我在一块干嘛的了，就什么也不给他，看他还跟你在一块，就这么说。第二天他妈妈就打电话，因为我俩是他舅妈介绍的，然后他妈妈就直接给他舅妈打电话了，又哭又闹的，说我要让他儿子辞职了，我要让他儿子卖房，或者说我要把他儿子房给卖了，你说我哪去哪弄的房产证啊，我对吧，就是很夸张，然后把我说的就一无是处，就是那种说什么我们全家的亲戚都看不上你，但我明明就谁也没见，我就见了他爸妈啊，很难堪啊，特别难堪，就不是一点点的，就是那种。那你们俩相处的怎么样啊？他就总嫌弃我，就觉得我老不动脑子，就比如说我上次就是之前我也会去找他嘛，然后呢我就去坐地铁，我凌晨4点钟起床，因为我前一天晚上12点才下班，赶那个6点10分的一趟地铁嘛，一不小心坐反方向了，结果他知道了就很不耐烦，就是觉得我笨，就觉得我不动脑子，那是不是会延误航班见不到？对，所以才会发脾气。但是延误了，就是是延误，但是我又重新买了张票又去找他了。但是我觉得就正常的，我也是不是故意的，你就不能安慰安慰我就。还有他经常啊，经常就是比如说飞机直机，那时候我在做保障工作，特别忙，然后他跟我说让我帮忙一下直机，我那时候能他拿出手机给他回一条消息已经是就是很难得的事情了。我自己直机也是在手机上直接，他也可以在手机上直接，这么简单的事情他自己也可以做了，但是他因为让我做，我需要承担的这个后果会比他自己做会大很多，就是类似这种如果说他多用心一点，然后说白了就是不体谅你嘛。我并不知道他在有事儿，因为他给我平时说的一直都是他这工作挺平时正常来讲挺清闲的，除非有些特殊情况。就是那我那个时候从早上10点钟我要回广州，我坐飞机，我去赶飞机，主要是那个时候我手机没电了马上，而且呢他那个机场本来说是在 T1 机场，结果他去了 T2 机场，就是临时改的，那我来不及了嘛，那提前网上直机可以就给我多争取一个半小时，要不然我又得误机，我给他打个电话，我就想让他帮忙值机一下，因为我还在赶路，我得争取路上这点时间。然后呢他就特别的不耐烦，而且那个时候我跟他说了手机快没电了，到时候那个上飞机之后下飞机我就手机没电了，因为我没有身上没有钱，全部都是线上支付，然后呢就那我就没有钱打车，而且我从早上出来我就没有吃东西，我跟他说了这个事儿，半个小时之内回了我3次，我下飞机之后啊，半个小时回了我3次，就是没有给我一点实质性的举动，比如说给我转个几十块钱让我先回家的，特别绝望那个时候。不是转给你，你手机不也没电吗？我有另外一个手机，就是我有俩手机，但另外一个手机只有微信，其他啥也没有。听明白了，这次听明白了。行，这是一件事儿，再举一件事儿。我们上次去大理那边大理游玩，他想拍一个漂亮的照片，为了找一个比较有名的摄影师，在那里来来回回找他找了3圈，走完第一圈的时候我跟他说我的脚上是有伤口的，所以希望我们隔天再过来去找一下这个摄影师再拍个照片，但是他一直就带着我在找那个摄影师，我就觉得他没考虑到我的情况，我已经跟他说明了我的情况，因为他的那个表现太平淡了，就是以至于我捕捉不到他真的就那么严重那么痛吗，就然后就这个事儿他当时也没有表现出什么不适感，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我觉得他每次遇到一些事儿吧，本来一些小事儿其实是可以好好沟通很容易解决的，然后呢他就是会把他就放大的方法就是不说话逃避，然后呢就是不理我，我就特别受不了这种处理方式。你们俩内部堡垒先别破呀，我怎么觉得这内部堡垒要开始破了？现在还在异地吗？对，在异地。现在还在异地哈，对未来有规划吗？就是我之前也跟他聊到关于，以后婚后钱谁来管的这个事情。谁管？我一开始想着是，我们两个人一起搞个共同账户，挺好。然后的话，从这个共同账户里面每个月就分拨我们两个人一笔钱，我分拨给我的这笔钱我是打算作为我们两个日后的生活的支出，然后女孩子一般都是有零花钱的，然后从共同账户转给她的那笔钱当做她比如说喜欢什么衣服啊当做
就买那东西的一部分资金，我是这么设想的，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我爸妈特别反对我们两个在一起，然后对这些东西就变得敏感，就想着把这个钱放到自己的卡里面。这怎么就是敏感了？我们俩还没在一块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就是如果咱俩在一块儿，然后如果咱俩以后结婚，就是那个时候我对他什么情况我是啥也不知道的，我就意思是说，就是如果婚后那我是需要就是我来管钱，然后放我这儿，然后你需要花什么你可以跟我说，我也可以转给你，对吧？我也反正每次我也不会说克扣啥的。然后呢他也答应的挺好的，后边的吧反正就是反复反悔。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在一起，我不知道你的消费情况是究竟是怎么样的，但是这么长时间下来，我慢慢了解到你的消费情况是怎么样的。他一个月啊，我之前有一回看了他的账单，一个月花了30万，30万不是说偶尔30万，而是平均下来30万，有些多的时候5万都有了。哪有那么夸张，我就平均也就1-2万嘛，3-4万已经算多的了。在广州那我租个房吃个饭，我算了一下每个月算下来都得7-8千了。然后呢就是您能挣到就行。对，而且就是这个我也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并没有说去超支，就是我花的钱也是在我挣到的钱之就比例之内的，我听明白了，就说白了，双方在设计未来家庭的一个财务方向的时候，其实是出现了分歧的，对吧？是的，是的，咱想的稍微远了一丢丢啊，还没到那一步呢啊。未来的财务问题成了阻挠两个年轻人往前走的一个小阻力，是的，对吧？但是这恰恰又说明你们还想往一起走，所以才想的那么实在。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有吧，就刚开始的时候我感觉就是老师有点暗示关于彩礼上的事儿，就是彩礼怎么了？我们俩刚在一块儿1-2个月的时候，还没有很久的时候，他就老跟我提什么有些女的只拿彩礼不给嫁妆，说如果要拿彩礼就得拿双倍嫁妆。但那个时候我根本压根儿我就没提彩礼这事儿，而且我家没有兄弟姐妹，就我自己一个人，我爸妈也本来他们也不打算要彩礼，但是他这么老说，我就觉得就很暗示，就是暗示什么？就是说暗示我不该拿彩礼，或者我要拿了我就得给双倍嫁妆，就有这种感觉，就是很不舒服。你有这想法吗？我确实没这个想法，因为我和他这个年纪刚刚好都是谈婚论嫁的年纪，我的很多朋友同学他们也恰恰处于这种阶段，有些时候我朋友啊他们娶个老婆然后出现的情况我是了解的，他作为我的女朋友，我当然会把我看到的一些事情我会跟他说一下，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个行为。就是我特别抨击的那些人呢，他们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不管男方家条件是有多差，就是有很结个婚都已经很困难了，然后还要使劲从男方家拿钱，然后把这笔钱给自己的弟弟啊，或者说哥哥啊，或者说给自己的家长啊，就是另外的使用。我自己这个人是特别尊崇男女平等的，就是任何事情上都是尽量做到男女平等，这是我的想法。当然作为男生肯定要在一些细节上肯定要多宽容一点嘛，但是整体来讲我是持有这个观念的。我一直认为彩礼它就是为了庆祝两个人结婚，是一个彩头，是一个喜庆的东西。那你直接问他你要不要彩礼不就完了吗？要不要彩礼？他那么说我肯定得要啊，他不说的时候我问过我妈，我妈说不要没事儿，但他这么说我就很不舒服。也就是说你在跟他较劲是吧？对，这个点不是说具体给不给彩礼的事儿，是他这个态度的问题。行，那就行，那这态度有问题咱们改态度嘛。现在人直接问你嘛，要不要彩礼嘛？问你呢？现在不知道，就是以前肯定是不要。那现在呢？现在他要态度好点也可以。也可以不要。对，态度不好你打算要多少？态度不好啊，态度不好不嫁了。根本就不是为了彩礼，你看姑娘这个很自信啊，还要这不是也是没有发生的事情在那儿瞎操心吗？瞎担忧吗？不是，就是你们在猜吗？因为我们不是说瞎操心，就是这些事儿如果婚前肯定是得谈清楚嘛，不谈清楚婚后就矛盾更大了嘛。就是或者到那个时候再有这些矛盾不就郁闷了。行，我来问几个问题吧。要做买卖吗？想就是做买卖是你人生的理想的一部分吗？我不想做买卖啊。如果辞职之后去干嘛？
次之后可能第一步就是去广州当地医院，就是找一份工作，因为我之前我是从医院的编制体制内啊到疾控中心的。好找吗？难找，特别难找啊。但是愿意去尝试。是的，毕竟我不舍得这份感情啊。所以对你来说并不是要离开一个岗位对吧，而是换一个地方是吧？是的。虽然很难，但是你愿意试，是这意思吧？是的是的、啊、OK 好。他父母特别特别的反对，他就一心要娶你，能娶得上吗？我觉得吧，就是得看他，得看他跟父母怎么说，能不能达成一个，就是态度稍微有点缓和。就是我是觉得，就是父母有这样想法都能理解，但是你不能不讲道理。就是我最怕就是不讲道理，就讲不通，就很尴尬。嗯，你们俩在一年多的这个交往过程当中啊，真的觉得你们已经到了可以结婚的那一步了吗？除了生活习惯上的一些观念的区别，其实我觉得是挺合适的。你觉得呢？大方向上肯定是合适的，就是对于一些大的事件的看法观点这些我们都是契合的，但是呢生活习惯上面就是可能，因为我之前跟他在一起之前我都跟他说过，我们俩，我就是属于那种我在工作上就是会比较认真一点，然后细致一点，然后我也去愿意很多承担很多东西，但是生活上我就不想那么累了，很多时候我就想轻松一点。生活上我也跟他说过，就是比如说他问我什么缺点，我就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俩没见面之前我就告诉他我很懒，我不喜欢做家务，然后他也知道。那后来就是其实还是会纠结这个点。我已经听得非常非常非常懂了。就是拿量表谈了一次爱情吧。所有的剂量全部都对在了一起嘛，都合适嘛，但是突然发现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出变量了。是的。哎，怎么出了这个化学反应之后反应不对呢？配比都是对的，为什么化学反应不对？是这样吗？就是他也问过我能不能妥协，我也问过他能不能妥协，到底就是最后怎么个妥协法，到底怎么做。对，这个是一个小事儿，一个事儿，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主要还是他爸妈的事儿。跟他爸妈其实没关系，他爸妈真背锅了。他爸妈要同意你们俩，你们俩可能早散了啊。不一定啊，我说的这个散不是这种散啊，你们俩如果在一起也许早散了，也许更好了，不清楚。这就是我说那个所有的伎俩都是对的，配方全是一样的，我们按这配方来的，对吧？多少克多少克，本来想起是一个烟花的反应，结果发现没放出烟花来，它直冒泡泡，跟我们想的不一样，这是为什么？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好不好？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包公庸，我们这位小老乡有一点你必须搞清楚，如果你辞掉父母眼中的金饭碗，父母真的会气得吐血的。我个人认为如果轻易的辞职，父母伤害会非常大，他们也会迁怒于女生，把一切这样的愤怒遗憾全部推到女生身上。刚才赵川老师说的对，父母不是主要的障碍，甚至我认为父母虽然有一点世俗功利，我甚至断言他的父母是无法说服的，但是婚姻的选择权在你们两个人的手中。但核心问题是异地恋的对你们的考验，如果经受住了，两个人爱依然浓烈，那不妨走进婚姻。一句话，我真的祝福你们两个人有情人终成眷属。来来来，夏娜老师啊，我一点都不祝福。我觉得异地呀，父母啊都是背锅侠，你们俩这段恋情跟什么异地跟什么父母毫无关系。你们俩想一想，你俩到底是先爱了才觉得合适，还是觉得合适才去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俩先对，哎呦，我们大方向都一致，价值观也一样，人生观也一样，婚恋观也一样，好，在一起。这叫谈条件啊，这不是谈爱情啊，也不要说谁奔赴谁，也不要为了你们的爱情好像做出了多么大的努力和牺牲。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们两个人要清楚地认识到，有一些东西它不是纸上谈兵，它不是靠说一说，我们发表一下各自的意见，觉得意见不谋而合就可以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谈恋爱了。因为爱情的这个东西，婚姻这个东西，它不是靠说的，它必须要落到实处。啊，我懒，我不爱收拾家，你就想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你嫁给一个医生，你不爱收拾家，你觉得他能忍得了你吗？常识啊。所以你们两个人就结婚这个问题可以就此打住了，至于这恋爱还要不要继续谈，我觉得你们抛开坚持，抛开所有的客观条件，看看你们俩真的合不合适，不要看大的价值观，看一下小的细节。谢谢，谢谢珊娜老师。小鹏老师，你们直接分了得了吧，因为你们两个人对于这一段感情都不是真正在投入。我先说一下男生，你所认为的你父母不希望你放弃这段工作，然后希望你留在当地，但是你觉得我要为了爱情去奔赴，但这一年你没有做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做简历有两种，一种是事先投着简历，一种是真的直接辞职去走，你都没有做，你只是一直在摇摆着。而且最重要，你刚刚说了一句话，你说我对我现在的工作挺满意的，我不知道到那个地方去我能不能找到我想要的工作，所以你对自己是没有信心的。既然没信心，干嘛还要坚守这样一段异地恋？所以你没有辞职，或者真的不敢违父母之命，在于你自己本身对自己的能力信心不足。既然信心不足，何必还这么将就呢？那对于女生来讲也是一样的，你刚刚说有句话，你说因为他的表情没有太多的疼痛的感觉，所以我就认为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我觉得我男朋友沟通有障碍。但你男朋友清楚地说两句话，我腿疼，今天我们走掉，改天再来。但是你会用你认为的解读方式来解读你男朋友的状态，而根本不听他在说什么。所以你们两个恰恰就是活在自己世界当中，两个人还偏要走在一起。如果你们连彼此体谅都做不到，那真不适合。所以两位年轻人，试过了不合适就抓紧放弃。放弃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没办法去为了对方将就过后半辈子，过一生。谢谢小鹏老师。米娜老师，前半段的时候我听得很清楚，我觉得我懂了你们之间的矛盾是什么，是两个勇敢的年轻人决定我们相爱吧，我们为了梦想去陌生的城市吧，然而父母坚决反对，这个听上去就很像是那一些什么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但是到了后半段我忽然搞不懂了，我们根本听不明白后来你们两个人在说的我们这也不合适那也不合适，这也值得生气那也值得生气，是有什么值得生气的。我在想怎么朱丽叶和罗密欧成这样，然后忽然我一下明白的是什么呢，是因为你们在心里早就认同了你们的父母说的是对的，但你们不想成为那么一个接受父母论调的人。如果我像父母一样那么俗，直接因为这个女孩不是体制内我就不跟她在一起，她不回当地我就不跟她在一起，那么我这个人就实在太不酷了，太没有为命运争取过，太显得不像为爱情投入的男人了。而你也是一样，你也觉得如果我屈从于他的父母所说的，那么我就屈从于一个老人一哭二闹三上吊而拆散的爱情了，我就等于无视我的男朋友对我的好了。你们都在骗自己，父母是势利眼吗？父母是真见不到儿子跑吗？父母是真认为儿子无能，这一个未来的女孩太会洗脑吗？父母一定看到了很多，我的儿子如果找了一个不爱做家务的女朋友，他每天做完医生回到家可能做了一台手术腿都麻了，却得接着洗碗。妈妈知道儿子可能到哪儿都能成为一位好医生，然而在身边的话做妈能帮一把，但到了广州儿子可能啥都没有，因为被家庭折磨得疲于奔命了。
儿子也慢慢的知道了母亲所说的是对的，但是心里就是那么一点点倔强和年轻人的叛逆嘛，就还是想别别扭扭的抗争给妈妈看，不，他不是那么糟，不，我们为了爱情可以的，妈你看我，我行的，我会是成熟男人。但其实妈妈的预言都在你的心里激荡，女孩心里也是一样的，男朋友哪里有那么多值得你吐槽的地方，但是现在你也在找他的茬，找那么一些细微的我听起来都不叫事儿，都不叫矛盾的东西，只是为了极力证明。停一下，我放弃你是营造家庭氛围的女生，你不想承认这个，所以就极力的找你们感情哪出问题了吗？爸妈说的都是对的，你们分手吧。谢谢米娜老师啊。哎，你们俩都是那么冷静的吗？我就听你们俩的爱情里没有那种激情。你们一开始就这样吗？还是一年多了冷淡下来了？嗯，因为我一直都是觉得最好的状态是，是比那个温水要稍微高一点的，但是不能沸起来，因为沸起来的这种感情你坚持不了多久的。好，这个自己的情绪会出现落差。预设了，大夫，大夫，预设了，说明你还没碰到爱情。真的爱情来了，你还能拦得住？它是高烧还是低烧啊？对吧，你控不住的，真的感情来了你控不住的。所以人家说那句话特别对嘛，爱情往往败给了生活的细节，其实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需求。你们俩的需求，你看女生的需求，我再累了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呢？得哄我的男人。我是强女人，但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我一定得靠那个肩膀，我不管你在外面多强，回到家以后我就得靠你肩膀。这个要的不就是炙热吗？你看他要的都是炙热的、外化的、浪漫的，他要的是我控温，我得温控。你们琢磨，这是我们看到的，但不代表就正确，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爱情理论，是每个人对于爱的实践。对吧，你控不住的，真的感情来了你控不住的。所以人家说那句话特别对嘛，爱情往往败给了生活的细节，其实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需求。你们俩的需求，你看女生的需求，我再累了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呢？得哄我的男人。我是强女人，但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我一定得靠那个肩膀，我不管你在外面多强，回到家以后我就得靠你肩膀。这个要的不就是炙热吗？你看他要的都是炙热的、外化的、浪漫的，他要的是我控温，我得温控。你们琢磨，这是我们看到的，但不代表就正确，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爱情理论，是每个人对于爱的实践。最后他写，我你们自己做决定，记住两口锅不要再说了，你们成不成跟父母没关系，不要再说他的父母同不同意了。告诉你们一个颠覆不破的在中国的一个真理，只要年轻人坚持结了这个婚，父母大抵到最后都会认同，因为他们真爱。其他的事儿你们就可以自己聊了，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我一直觉得我们生活的很多细节的矛盾都是可以去改变的，虽然这个过程会很难很痛苦，所以我也希望你能够跟我一起来面对一切，因为有些时候我夹在中间我会很困难很困难。你知道我也不是
没试着在广州那边看有没有机会，但是因为我的工作岗位就特别特殊。谢谢老妹，请回吧。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咨询，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啊。面对这么一个严谨的小大夫，您有什么建议没有？您是怎么预测的？我依然看好这一对恋人。对，双出。对，你是看好，反正你跟嫂子就是改了一辈子的细节改过来了嘛，对吧？是这样吧？就那代人一定是改过来的，慢慢的可能会出来，但女生悬了。哎，小鹏老师，我是建议女生别出来，婆婆斗不过，干嘛呢？而且两个人感情没那么深。女孩是那种高自尊的女孩，她的家人反对的这个事儿会一直梗在她心里，所以现在我觉得，即使是出来，也都是来自于对家庭预言的反叛，但迟早会分。哎，好吧。接下来咱们看看人家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想给你快乐，为你解冻冰河，为你做一只扑火的飞蛾，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值得为你唱这首歌。请亮灯吧。没有什么风格，谢谢两位，请回。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两个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到现在我们结婚20年了，我们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已经19岁了，小儿子都14岁了。这么多年都是我一个人为了这个家默默的付出，但是我依然得不到老公的理解。我常年在外也很辛苦，一年里有9个月都要在外奔波劳碌，我也希望有个人能体谅我的难处。现在孩子都已经长大了，不需要我照顾了，我也想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可是现实怎么就这么难呢？有请这对夫妻，有请。严先生42岁，来自吉林，自由职业，有请。王女士42岁，来自吉林，自由职业，有请。欢迎两位啊，职业一栏都填的自由，这个自由我们怎么理解呢？到底是做什么呢？先生您是做什么的？我从事建筑行业，也做点别的。那您呢？我现在是属于没有工作当中。都俩孩子了，生活多幸福啊。那今天来这儿到底为啥呢？我们已经结婚20年了，当时我跟我爱人，我们是经过别人介绍认识的，那个时候我体格不算太好，当时我俩认识的时候他家里都反对，去也没人给我好脸色啊。但毕竟都过去了啊。行，也过去了。但是虽然是20年了，我觉得这20年当中，自从我们结婚之后，他就在外面，一年12个月他在外面大约能待上9个月左右，20年基本都是这样过来的啊。我结婚之后，我不在家，我老人在一起做事儿吗？我和他的父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觉得父母这一块真的也很难相处。但是呢，结了婚之后，我们又有了孩子，有了孩子之后，大姑姐家的孩子就一直在我们家，还有老人在一起，这个家老的老，小的小，让我一个人去面对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刚刚进入家庭。就慢慢的熬吧。
忍吧，过去就好了。姐和姐夫都上班，没人接孩子，那爷爷奶奶离得远，当父母的给接孩子也很正常啊。你是不在家，你以为是正常了，但是我在家的时候，我没觉得正常，因为两个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吃东西，我家的公公婆婆就向着大姑姐家的孩子，什么都以他家的孩子为主。那我家的孩子，咱家孩子是当自己家孩子，就像客人来了，他必须当把客人得招待好，对吧？那我正常的，我的心里就不得劲啊，在你是正常，因为你不在家，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忍吧，孩子大了就好了。后来他也是常年在外嘛，不是说总不在家，也偶尔的回来。但是你说你偶尔回来，我一个女人挺起一个家，比如说老人有病的时候他不在家了，我带着孩子又得去照顾年迈的老人，然后呢他们一个是血压高，一个是腰间盘突出，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很无助。不容易，对，确实不容易，太不容易，太辛苦了。那我在外面做事也是一样的，我也需要你支持，因为老人如果有病了，我也不能及时的回来，那肯定是这个负担要落在你身上的。夫妻互相担待，对对啊，但是夫妻互相担待，作为一个女人来说，我觉得我真的就是觉得压力很大，又增加了压力啊，就觉得这孩子慢慢大了不就好了吗？孩子慢慢大了的时候，我觉得压力对于我来说越来越严重了。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大了，花钱的地方就更多了。嗯，他也是在外面说是挣钱，但是那个钱都被他投资都压住了。嗯，生活这块就越来越困难，我感觉。做什么买卖？工程嘛，做那个轻包。挣钱了？钱呢怎么说呢，是赚了，但是吧，因为开发商的原因，手续问题吧都压住了。哦啊，而且工程款没结回来就是。但是你家里边的生活，你不往家里边拿钱，家里面老的小的孩子还需要上学，你家里边用钱呢压到我身上的时候，你想过吗？也都是我来想办法去解决的嘛，也没缺了吃，也没缺了穿吧。他工程款压住了，是不是？然后呢他又跟他的朋友在外面开了一个饭店，开了饭店呢又投资，当时开饭店的时候还没有跟我说，等到饭店那个经营不好赔钱了才告诉我。那你想我会是什么样子的？这种生活对于我来说真的是雪上加霜了。对，有很多事情嘛，我不想让你再给你增加压力，让你增加负担，所以说有的我就没有告诉你。那你说就这种情况下，我一直是一个压力顶着一个压力的，一个负担扛着一个负担的往前走。现在我觉得孩子大了，我也想要我自己的自由，我也想过上我想要过的生活。你要自由我也不是不支持你啊，你不也在做事情了，孩子不用管了，你不也做事情了吗？他做什么？做保险。也是孩子大了，因为家里的压力比较大，我去了保险公司，他那个时候也不在家，公公婆婆在家，他们很不支持我出去工作。你为了业绩都是从家里拿的钱，最后你做的保险全是为家人买了保险，赚的钱都是赚自己家的钱。嗨，买了保险不就挺好的吗？是，我也很支持。后来我又去做了，在一家公司做了运营管理，但是我们的运营管理都是根据业绩说话赚钱的。但是呢，我做了半年的时候也是刚刚去，业绩不好，也是没有赚到钱。但是呢，家里面对我的看法真是的，回到家里面就感觉到面对他们的时候我都很害怕的感觉。那是你自己想的，其实没人来埋怨你说没赚钱，是你说我不赚钱，我钱没拿回来，但家里一切开销费用也都是由我来负责的。是说现在有这些压力，这负担压到外面很多钱，而且还欠别人钱，但是咱工程款结回来之后了，不就全都解开了吗？什么时候工程款能解开？所以说我觉得压力，现在压力的特别大。我们家呢还有一个公寓，那个公寓租的时候就到期了，我说这个公寓到期了，好好收拾收拾一下，这个公寓不租了，那个把我妈接到这块来过冬吧。哦，然后呢他就在那块说了，你咋想的，你给老太太接着过冬了呀？其实我说这句话吧，你就是误会了，你认为我是不愿意让老太太来，但是我的想法呢你没有理解。我老婆她还有个姐姐还有个弟弟，人毕竟有儿子，你接来假如说她一个人在楼上真是生病了或者怎么样，那是有责任的，因为儿子不得埋怨你吗？对不对？我觉得你小心眼儿，你就想把房子租出去，我妈来了房子租不出去了，那是你想多了，差那点租金吗？听明白了，你想把母亲接来。
先生不同意，所以积压了这么多年的怒火就一股脑子全都出来了，是吧？是的。然后的话我就不跟他说那么多了，我说在这个公寓不管是说我妈来与不来，这个公寓我就决定了，就不租了。不租了、嗯、不租了，就是谁租也不租了。嗯，然后他就跟我俩生气了。其实他有的时候吧、我虽然说总不在家吧，我也挺理解他是说在家挺不容易，但有时候他也很刁蛮任性的。不租了之后呢？不租了之后，那个我有一个闺蜜嘛，和她的老公他俩是闹矛盾了，吵架了，要离婚。闺蜜呢又不想让她家的父母知道，然后呢就来到我们家住了。这个公寓搁着也是搁着、然后呢公寓这块而且还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让她住我家公寓去。嗯，后来一来二去的在公寓住了就时间比较久，后来我的闺蜜有什么事情就直接去找她商量，有问题呢也跟她去商量，就把我放在一边了。我不知道你们之间都是怎么想的。就是说你的闺蜜是时间长了熟悉了，她有些事情可能跟她老公男人这思想的问题可能跟我沟通会好一些，但我没有其他别的想法，而是你的思想想得太歪了。我们也不是说闺蜜在房子那儿住了多久啊？住了两个多月。现在还住那儿吗？现在不住了。搬走了？搬走了。为啥搬走？是因为我也不想让他住了。发现有点引狼入室的意思，是吧？对呀、所以说我就很生气。他已经也不在这住了，现在我们也没有联系，也没有事儿。不联系了哈？我跟他不联系了。他跟我的闺蜜也不联系了。我也没有联系。据我所知的他们也没有联系了。啊、那行，那今天来这儿干嘛呢？就是我觉得压力大了，我的负担越来越重，就是生活我觉得真的很难继续了。哦，是这样的。就是闺蜜，你闺蜜婚离成了吗？离成了。轮到你了是吧？你也想离婚了？有这个想法。好，是来这儿听听老师们的建议的是吧？是的。好，好了，老师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伯鸿兄，并不是我八卦，我还是想问你那个女闺蜜的事情。您的女闺蜜去找了您的丈夫，您的丈夫把这一个信息告诉你了吗？说了。我并不认同说什么防火防盗防女闺蜜，但是有一点，她去找你的丈夫去商量，这是她的主动行为，但你的丈夫能够把这一切告诉你，我认为恰恰显现他在这一件事情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坦荡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也要感谢你的女闺蜜替你考验了你的丈夫。因为如果他心怀鬼胎，他不会把女闺蜜去找他的事情来告诉自己的妻子，你说对吧？是的。这一点我认为应该你放下这样的心结了。但有一点，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有时候为了讨生活，做丈夫的长年累月的在外面打拼，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当口，我认为对自己在家支撑的那一位妻子，我们多一些感激，我们多一些理解，甚至我们经常说说感谢，我们要学会珍惜，好吗？谢谢伯鸿兄。山大老师，我先来说一下，我们的于老师特别善良啊，就女闺蜜这件事儿啊，曹颖不定无缝的蛋，不能看最后俩人是没事，那过程呢？你如果不释放某种信号的话，女闺蜜会飞蛾扑火吗？你如果不告诉人家你在外面有多优秀的话，女闺蜜会一次一次又找你去聊天谈心吗？你就是有贼心没贼胆而已。现在很明显，我觉得王女士即将要放飞自我了，人家是真的想要放下并且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了，您意识到了吗？王女士现在她的状态就是这么多年她幡然醒悟，我得不到关爱，得不到理解，得不到支持，我一个人扛起了家庭所有的责任，我的丈夫却永远看不到，
我伺候了我的公公婆婆大半辈子，到头来就想让我的母亲来城里住一个暖和的房子都不能如愿，我在这个家算什么？而且一个男人对于家庭和事业之间的平衡，不是在于时间和精力上的投入，最重要的是心态。这么多年了，您在这个家放了多少心，您自己心知肚明。所以我现在就提醒您一件事儿：这个女人马上要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了，您注意就好。谢谢莎娜老师。小鹏老师，我想问男生，慌了吧？老婆即将放飞，不，其实已经放飞了，慌了吧？要跑了，是真的要跑了。不仅是刚刚莎娜老师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老婆要跑了，这段时间来你一直的感觉就是我老婆要跑了，我说啥她不听了，她还去做自个儿的事儿了。所以你在做什么呢？你在打压她。为什么投资的事情不告诉给她？投资饭店，她不懂，这么多年都是家庭主妇，懂啥呢？这都是我们大老爷们在外面闯荡的人，我们懂的，你不懂。他做保险，你心里想的是啥？瞧，是不是钱给你了，做不了几天就回来了吧？我就说你不行吧，就你那点本事，还是在家里做饭打扫卫生吧。作为他的老公，二十多年跟他共同生活睡在一张床上的人，都这么看清他，这么鄙视他，那他不还得到外面去找认可吗？你现在如果真想把你老婆抓回来，别在嘴上再打压他了。他不想离开你，也不想离开这个家，但是他也不想听到你对他各种各样的贬低和讽刺。所以真想要他，嘴巴先暖起来，手上先动起来，可能他才能回来。当然对于女生来讲，我想说一个，如果你真想让你妈妈来，真想让您妈妈来，行，您就没办法吗？有。那好啊，那个房子没暖气不可以装吗？家里你也管钱的，自烧暖您不可以吗？您真的是想让妈妈来，还是说想跟她先对着干一次？我想哪个更重要？干一次。对，你想跟她干一次，所以你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对，你明明知道她已经开始在落魄，三角债不一定那边的要得回来，要不回来怎么办？就变成你们就是欠账了。是的。那这个时候他更需要你的支持，但是在他最落魄的时候，你在那儿不停地跟他干仗，这个家怎么能好起来？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男人当年对你还是有感情，对这个家还是有付出，那你就不要再跟他干仗，有事真的跟他商量。我今天刚好看到一句话，尊重比爱更重要，特别是作为夫妻，尊重彼此比爱更重要，因为爱里边最重要的就是尊重。所以我觉得你们是有感情基础，你们都是想彼此尊重，也得到通过尊重得到更好的爱的，那就彼此尊重起来，万事好商量，这个家才能变好。谢谢小鹏老师。米娜老师，其实是从工业时代的到来，女人才开始有了这么多的主张和要求，因为女人们可以跟男人们一样同工同酬了，不再像农业时代的时候就需要男人在地里干活，女人干不了那么重的活，家里就得听男人的，男人一倒这个家就塌了。所以这个时代就要求了女人一定会有自己的主张，一定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一定希望像男人一样得到平等的爱，平等的对待。每一个喊着同工同酬的女人，不得不因为我在怀孕，我在哺乳而退居二线，成为家里头的顶梁柱。可是等到孩子大了的时候，他们原来已经接受到的我需要被尊重被平等对待的那一份心又回来了。你的妻子经历的其实就是这跟万千女人一样的事情，她没有特别变坏，也没有特别变化，她其实在完成一个女人的必经之路，就是这个时代的女人都有这样的一条路要走。如果您想让家庭啊能够保持下去，就让这一段婚姻感觉舒适就可以了，让您的太太在这个阶段里头能得到放松，知道丈夫理解和支持她目前的一个状态，孩子大了
你是应该追求一点自己的生活了。假如你能这样告诉他，他立刻会觉得捆在身上的那一个橡皮绳儿啪断了。没有绳子捆他的时候，他还挣扎个什么劲儿呢？我们都说怎么样让一段关系长久哈，除了有舒适感之外，还有的就是要相对的依赖。相对的依赖这个事儿很微妙，女人们经常把这事儿搞错，就是我一旦嫁给你，我就过度的依赖你，经济上情感上我都得靠你，没你给钱我就活不下去，没你给我爱我的世界就暗淡无光。那么这一个就叫做过度依赖了。当你过度的依赖到他身上的时候，他人一定会让你失望。你靠着别人怎么站得稳呢？你不稳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没有安全感，一定脚步都是踉跄的。所以相对的依赖，我们互相扶一下就好，但不要把整个人贴在他身上。离婚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更不是最好的方式。假如丈夫能给您松松绑，能调整一下跟您的相处模式，希望您也能够给他松开这个口。咱不要把这一颗心啊，就是赌气似的硬往外蹦，真往外蹦了，蹦出去了，前头未必是一条康庄大道。活在当下，相对依赖，不要以离婚作为改变自己生存处境的唯一方法，好不好？好的。一定要给妻子松绑，不然他就会跑得越快。谢谢米娜老师，啊，千万不要认为因为我欠了债了，他不要我了；千万不要认为因为我欠了债了，所以他想放飞了。先把这个坎儿过去，他现在想要有一片自己的空间，并不是因为否定了你对家庭所有的付出，不是这个原因，是因为他需要寻找自己的社会价值。这就是米娜老师的那段很富诗意的从工业化开始的那段的核心，就这么东西翻译给你听。把这个坎儿过去了，好多事儿的看法就变了啊。您啊，你的闺蜜既伤了你的心，也鼓舞了你，那是一面旗帜啊。你看他这样都能离，我也能离，快算了吧。从来一个母亲的角色、妻子的角色和一个很好的社会角色是不冲突的呀，什么时候冲突过啊？这都是职场人，对吧？妈也当得不错，老婆也当得不错，你怎么到你那儿就冲突了呢？但是你要走也没人拦着你，确实他在婚姻当中没有给别人什么。现在一年还在家多长时间啊？这二年比以前强了，能多在家待一段时间。为啥在家多待得多了反而两个人的距离远了呢？想过吗？这才是核心。因为说起来是20年的婚姻，其实在这个婚姻内，你的生活叫上有老下有小，一家全靠我鼓撑，所以他觉得屈得慌。如果你现在跟他在一起，能好好的对他，让他感受到爱，说白了就是你能对我好一点，能尊重我一些，我看你们俩还能往下走啊。剩下的没啥了啊，一起进入真情60秒。哎，老婆，对不起，求你原谅我一切的过失，因为我需要你，这个家也需要你，我会给你一个崭新的生活，我会一切都尊重你的一切。原谅我吧，我知道我在很多地方思考的不到位，伤了你的心，所以我会以后改变自己，让自己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为了这个家，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给你们一个更好的生活。请你原谅我。我考虑一下。谢谢两位，请回，请回，请回，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哈。
来吧，预测一下结果，包红兄。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真还没有刺破婚姻家庭红线底线的问题，我认为是双出。好，沙大老师。嗯，两个人都出来，只不过女士现在其实有点飘了，收一收就好了。肯定出来，他们就是代表现在很多中年夫妻的现状，就在一起只抱怨但不解决。好，会出来的，过去两个人经历了很多，但未来的路还长。哎呀，请开门。来来来，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吧。请亮灯啊。来来来来来，山大老师把你说的那句话当着面跟他说说，他不能什么啊？对，就是女士您现在有点飘了，稍微收一收就好了。飘是啥意思？说白，您我看资料写您是不是老出去跳广场舞啊，什么演个出啊之类的，对吧？咱可以身体运动起来，但心别动啊。谢谢两位，请回啊。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京粤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请跟随我们的老师一起进入京云中央厨房，走进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我男朋友呀叫我等他3到5年来娶我，可是我真的等不了他太久，我87年他94年，我也没图他钱，感觉我们没有话说，他不分手，请问我该怎么办？节目马上开始。是他不想分手，还是你信了他给你的让你等他3到5年的这个承诺呢？我只想告诉你的是啊，如果想娶你的人可能3天都等不了。再一次谢谢四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